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奥利弗，给大家打电话。那今天呢，我位于这个 Star Mega Mall 的旁边的 SCR 铜牌，你就会看到这个 Zero Healthcare。你们还记得它是什么吗？就是去我上一集我买那个按摩椅，对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个牌子的 Zero。我那一集是不是有跟大家讲过，他们将会开一间分行在我们西部？对，它现在全球啊已经有53间，而其中一间就在我们西部。然后呢，上一集哦，就很多网友啊在下面留言啊，或者是私信我们啊，问我们很多重重的问题，关于说，哎，这个 Zero Healthcare 啊，它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产品，或者是它的按摩椅里面啊，有没有分为别的款式给他们做选择？那我告诉你，他们今天开张哦，而且今天有一个惊喜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很多的优惠，等我们一起去看个究竟是什么 ，Let's go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呢，现在我们已经在 Zero Healthcare 的店面里面了哈、哦，所以呢，你现在看到我身后这一些呢，都是他们的按摩椅，五花八门的按摩椅的 design 有没有看到？而且啊，我发现到啊，他们的这个 design 啊，非常的前卫啊，很有那种时代感。而且我偷偷告诉你们一下哦，这一家、啊、最前面的这一家、啊，它只有在这一个礼拜哦，开张的这一个礼拜18号到24号里面，它本来的价格是7999。然后因为开张，它只需要2999，不到3000块，你就可以拥有一架全身按摩的一架按摩椅耶。我们来试一下，快点试一下，看它怎么样。哦，它也是可以按摩手的。哦，我有哦。其实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一个普通的小资女孩，或者是普通的白领。就是买这一架、啊、放在家里啊，够了。这种入门款啊，你放在家里啊，你回到家，你就是直接坐上来按一粒 button 罢了，它直接按一粒 button 就可以直接全身按摩。如果你没有什么讲求的啦，还有什么温度啊那些等等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种入门款啊，已经是非常非常够用了啦。这样子讲啦，然后我发现到哦，你不要小看它，这样2999，没有啦，它真正是7999，它现在只有2999，它也就是 speaker 的位，有看到吗 ？My God。而且这一台的颜色哦，我相对的非常喜欢，因为它是属于黑金色，一下子瞬间阿达去，人家到你家、啊、不需要讲2999，它就是7999，懂吗？我告诉你哦，就这7天哦，错过了就没有了。OK， 这边呢就是入门款，然后到终端了。OK， 当然他们不只是卖按摩椅罢了哈、哦，他们这边还有就跑步机，还有这个骑脚踏车，还有这个我们每次拿铁的时候啊，有的那个 bench 啊，那个椅子可以翘的那个椅子。那这边呢，他们这个脚车哈、哦，造型其实也蛮好看，这样蛮前卫的。然后偷偷告诉你们哈、哦，旁边这一台啊，本来它的价格是599令吉，现在在这7天里面啊，只需要199，你没有听错，不到200块就可以拥有一台在家里可以运动的脚车。那接下去除了这一些之外，还有他们的这个跑步机，这个跑步机呢也是在现在这个活动里面啊，你知道它的价格多少钱吗？不到1000块，999，原价啊这个跑步机要2000多块，只有这7天里面它是999。大家有没有女生们啊，你们是不是新年要到了，想要加紧时间的去减肥？我告诉你，这一家买999回去啊，哼，睡睡不遭罪。你看它该有的功能都有哎 ，speed 啊，加 speed 啊，它还有 program， 就是你可以设定好你自己的 program 是什么，它会帮你调，可能前面是慢跑，中间到几分钟的时候它是变成比较快，然后慢慢更快。说多没有用，要表演一次给大家看。啊，这个是最普通的慢跑速度3，你看 ，OK 的嘛。而且我相信现在基本上的跑步机啊，它都可以测量你的心跳。你看，你手放这边就可以测量我的心跳了，来吧，我现在心跳多少？112、109、106、107，可以看得到的哈、哦，所以你可以随时监督你的心跳。然后重点是，你不要看它这样子，999一台，它还可以听歌的，你可以借你的那个 headphone jack， 然后也可以放水，这两个洞洞可以放你的东西的，放水啊什么。除此之外啊，他们还是有其他的产品，比如这些按摩脚底的啊，这个 Footy Spa 也是偷偷告诉大家哈、哦，在这7天里面啊，这一台 Footy Spa 本来要价是999令吉哦，现在只需要299，不到300块。然后其他呢也是有其他款式的，甚至可以按摩到你这个小腿的啊，然后也是有体重机呀、啊，这个按摩的 pillow，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东西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墨镜，重点是它是什么？它是按摩你的眼睛位，哎，这个很特别一下，眼部按摩眼睛啊，
它可以 eye blood circulation， 然后也可以 relieve 掉你的劳累的眼睛。还有他们这边也是有这个筋膜枪哈，就是很常你会看到滋，然后它去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的啊，就是这个东西。然后这个是什么 ？Urelast 哦，就是拿在手上，然后你可以去按摩你的肩膀啊，按摩你的腰啊、腿啊都可以的。然后还有他们的手表，哎，他们也有 smart watch， 哦， cool， 还有 yoga mat，yoga mat 也是有。然后你们现在可能就觉得说，哎，店面这样看起来就应该就只有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他们还有一个 VIP 的房间，带大家进去看一下 ，Let's go。All right， 现在呢来到了我们的第一间 VIP room， 在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体验这架 UVS 的按摩椅。所以为什么这一架 UVS 按摩椅呢？它会有自己的独立的房间哈，因为它是属于在 Zero Healthcare 里面的旗舰款的，比较 atas 一点的这个按摩椅。所以呢，你看它的造型啊，然后重点是你看啊，它也是跟我家那台一样哈，也是可以按摩到臂骨的啊，所以它比较多地方可以按摩到，然后它也是可以 detect 你的身体的，应该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们现在来启动它，这样。哎呦，哇！你看，旗舰款的就是不一样。这种有一种那种霸道总裁该做的那种按摩椅。然后啊，你看啊，它的 control 啊这些啊都比较，哦，你看那个 interface 啊什么，哇，都比较紧一点，有没有？啊，都比较紧一点。当然，除了这一间之外，隔壁一间，带大家过去看一下，也是旗舰款的，来。跟我过去看，哎，现在来到了第二间 VIP room， 那这一间呢，最高级的旗舰款式 Zero Healthcare 按摩椅，那这一台是不是似曾相识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哈哈，就是我家的那一台，对，没有错，它叫做 U Titan， 啊，这边呢，它有放两台哈。那这两台呢都是 U Titan 啊，这个是只是不一样的颜色。那我家的是这一台啊，我喜欢它这个蓝色。那现在我看到这一台，其实也蛮漂亮，这样喂。这一台有一种 Captain America 的感觉，白蓝白蓝这样，哇！其实大家来的时候啊，你们可以直接 walk in 进来，然后呢可以直接在这里舒舒服服的体验他们旗舰款式的按摩椅，你也可以体验到啊，你想买它为止啊，你可以自己坐在这边慢慢的 chill， 而且这里啊那个环境非常的舒服，那个冷气这样吹着你，然后一边被啊像 4D 的触感按摩你啊那种感觉。在这过后哇，是不是有没有？那现在呢，我就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哈，从18号他们开幕到24号啊，这7天里面呢有哪一些优惠？除了刚才我前面讲的那4样东西啊便宜之外，而且他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个砸金蛋的这个活动。那我现在去表演给大家看，什么是砸金蛋？耶、yeah, ，大家只要你在这7天啊，18号到24号之间哦，消费满一定的金额呢，你就可以自己选一颗金蛋来敲破它。然后这个金蛋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呢？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我告诉你，最厉害的是什么呢？是直接一台跑步机，价值2000多令吉哈、哦。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脚车咯，还有 foot massage 咯，很多等等都在里面等着我们。看一下我们今天按音会不会好哈、哦？来，我这边我这边敲一力，我就敲你。应该是这个哈，对，就是这个。58。啊！呀 ！Massage pillow， 哇，今天黑位，来这边以为只是要介绍好康给你们，结果自己先拿到好康哈 ，Massage pillow 带回家。那你们会不会比我更幸运？我不知道啦，你们自己来啊，多一下哈。那接下去嘛，是不是要到圣诞节了，然后也要接近新年了嘛？有没有想过，哎，你要买一点不一样的圣诞礼物给你的家人、给你的朋友，或者是新年的时候，不要每一次还在送基金啊、燕窝啊，对不对？可以送一些特别的吗？送一件按摩椅啦，给你的家人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这一次趁热现在，刚好18号到24号之间呢，有这样子的优惠，又有敲金蛋这个，可能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礼物 ，win win， 有没有？可以赢到更多回去啊，还不好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记得啊，就在 Star Mega Mall 的旁边这边 SCR 铜牌，你就会看到 Zero Healthcare， 直接走进来，可以让你慢慢的体验到你爽为止，你才决定你要买哪一个回家。记得啦，刚才有哪一些优惠，如果忘记的再看回去我们视频前面哈 ，OK？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所以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